今天来录一下真正的卡车视角。要来去台中，记得哟。我用一海起步，然后二海、三海，然后现在直接跳四海。因为常开哦，自己就比较知道自己的车转速在哪里。我五速开始害咯，现在是五速，然后漏，哦，开关会先搬上来，然后仪表板上黄色的灯，离合器踩一下就由漏变成害。然后我也已经打回落了，在high的时候我就先打回落了，然后换下一档的时候灯又亮，哦，刚好又在拉手落。然后离合器再踩一下，然后开关，这个开关一样把它编回来落，因为你等一下只会降档而已，不会升档。今天来到鹿竹，开始起雾了。开车在外面就是，常常要面对这种路况。还好台湾不会下雪，顶多就是起雾、下大雨、台风、艳阳天。就差不多这样而已，不然看国外的影片都还要下来那个挂雪链，我很难想象那种那么冷的天气还要在车子底下挂那个雪链。港区的电子车道有港区通行证，有自己绿灯让你进去。等一下，厂区内禁止摄影，大部分的厂区里面都不能摄影，所
所以进去之后就没有路啦。里面有车，等一下，等他出来我再进去。来一下好了。等了很久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新的变路呢？未歹未歹，真水。
像这种整阿桃的地方哦，会建议大家开慢一点的。有可能你们经常在这边，像这边都有住宅区，你经常在这边哈桥安尼塞伤紧哦，有可能连江这撮路人都不爱和你走啊，不爱和你走，你得爱搁踅路。对家己来讲是加困扰的，我小朋友啊、三宝之类的，拢伫个庄仔头较济啊，所以都要小心，要注意这一点。你比人个庄仔头开较慢的，啊嘛较袂防，对咱这开大台车印象较歹。我安尼伫庄仔来安尼驶啊紧，要食蛇哦。像这一条还蛮方便的啦，你如果不让你走的话，你就都要走那个大发工业区那边，那边过来红绿灯比较多。然后路口，我如果是第一台，我也不会习惯停太前面，因为你停太前面哦，你一个没有注意，会有那个摩托车在你旁边，刚好。你有可能就这样没有注意到又发生碰撞，所以我都会留一点空间呐，让摩托车停在我的前面。然后转弯的时候，尾巴都要注意一下，不是头过身的过。有那个网友说叫我介绍一下手牌啊，而其实我自己开的话不太好拍啦，然后又要注意路况，比较没有办法说分心讲得很仔细啊，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坐在驾驶座的感觉，然后就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流程这样。又到啦，到这里工厂不能摄影，货装好了，要回来下班啦。进来撞车，如果要凹卡罗的话，我会把这个开关再按一次，然后主轴的灯会在这边闪烁，这样应该有看到吧。然后中轴它就会释放更多的压力掉，中轴它袂伫遐烧积就对了。你看我打洞，中轴都会锁死。哦，灯闪烁，那咧凹卡路的时阵，咱就该起个闪烁。你就算是五期的 Volvo 嘛，赶快了。
左手边嘛影。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，下课愉快。